Thank you.
30，那已经很多了。30，前
很少的东西。好了，走了，走了。对。想不到里面还有30块。哇，30可是重点是不是？我去玩手，那个时候我是打手，还有30元啊，我打喽。就是要找适合的，因为就那个游戏就可以吸到人。啊，我们从冰河啊，你本来在哪里？他长得
那个 bingo 啊，来吃一口啊。你为什么有汤给？你要再跳？
是能够你吃的都 OK。好，那我先走好了。今天有这么一档吗？
他们团队，他们上下的。我今天晚上要炸。水山汤了。
爱情还没想过，我可以发代币兑换券。然后没有兑换券啊。这里都是你的呢，所以你不用看这个小钱，这里都是你的，对不对？可是好像没有人在发，可是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发。而且，啊，吃啊吃啊吃啊！不要每天来都是点粉，每次都是点粉，你就知道多好吃。整桶给你。加什么？然后他就戴上，加多少？然后就这样拿掉，他就不要。
就变这样。十一，好，好嘞。群聚的在看什么？Video games and eat. Welcome to Taiwan. Oh, you need to finish it.
还有饮料吗？没有，我试喝一下。所以怎么了吗？咖啡。啊、哦！啊、哦！我想说你不是装水，所以怎么了？没事没事。礼拜六晚上来说。
楼下又在排队停车很久，我觉得这样也有影响。为什么这边停车都要排队？其实停车不用停楼下，像那个后面的小山坡，后面很多位置可以停，只是通常来观光的人都不知道。中午下午来待到刚刚，所以玩的应该蛮爽的，爽特别交代，觉得有人门口有人，特别交代要招待，所以应该有玩不完的代币的感觉。欢迎你来 Panden， 赶快来 Cola， 你住哪里？为什么想来不来？现在又升级了，机台变更多了，来过的人可以再来一次哦。吃的也不一样了，玩的也多了，每次来都有不同的体验，是不是？老板太 crazy 了，没有赚钱还在花钱，我每天就是开门吧吧。对呀、啊，有活动应该是好事吧？今天、明天都有。周遭的观光景点其实没有很让淡水以外的人知道，就这一区块，那是谁？这个区块从老街延伸到，算是云门舞集上面吧。其实这段有东西，我很多人不知道，大家只知道很远的渔人码头跟捷运附近的老街。并不知道中间这一块可以玩。交通路线怎么走？从捷运的话，看一看粉丝官网，我写的交通指南由路痴如我写出来的字，应该一点都不混淆。应该非常的清楚，如果你坐捷运就是啊在这里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哦，这篇哦置顶文，如果你坐捷运就是到淡水捷运站啊，然后你可以等免费的接驳车，你也可以随便坐一台往渔人码头方向的公车，都可以到这里，这一站叫做护卫炮台站。你也可以转骑 U bike， 或者是新的那个叫什么电子的什么 bike， 电子的那个 bike， 然后沿着河岸，一定会经过这里，沿着河岸一定会经过这里是护卫艺文休闲园区，够老实，我记起来，或者是 Google 地址，中正路一段。二号三楼，淡水区的中正路哦，不要去三芝的哦，也不要去台北市的哦，好像哪里永和还是哪里也有一个中正路。对啊，散步走其实也走得到，但据我所知，目前有从捷运站走来的人，大概就是老外、老外跟老外，老外的那个客。Yes, it is. Thank you. But you can finish your food. Honey, we're leaving. Are you full? Honey? 他现在好好笑啊！他现在绑着那个，然后穿那个外套，然后再拿着那个健身环，超级好笑。
Belle, Belle, you look like a gym coach. Are you going to work out at the gym? 健身房的女教练。You know, we get all kinds of feedbacks from customers because this is such a very different fusion hangout,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restaurant. We don't get complaints on food. We get complaints on the complaints on they don't let me change the games. They wouldn't quickly change the game for me. Or like complaints like the massage chair smells. So I brought this today. Well, Belle brought it. To see if we can remove the smell. What else? You get funny complaints. Something about the boss is not smiling. Why does the boss have to smile at you? 我让你下，你下班了，就是你没关系，你不用去上课了，不愧疚下班。我们这边常常得到一些奇怪的客人的那个反应，不是在讲，就是不是以一个纯餐厅吃饭的地方在评价，但这样的评价都很严苛，尤其是 gamer。就是店员很吃的人会有各种奇怪的评论，比如说他们不喜欢看到鸡排被炒糟蹋，或者是不喜欢看到红白鸡那边传统煮鸡这样子被人蹂躏，然后这样可能 Google 就不给五颗星，就给个一颗星之类的，很多奇怪的反应。那个是不是很奇怪啊？最扯的一篇还是那个老板没有对我笑的那一篇，老板整天臭脸。那老板又不是那个，又不是服务生的时候，老板坐在旁边臭脸错了吗？老板烦恼未来错了吗？很多奇怪的评价。Oh, Belle, when is she coming back? Did she break this? Oh no, I can fix this one. 他又把一个东西弄断，我看看应该会修。这Belle的破坏力跟我不相上下，他每天都在摧毁东西。
I break it more? Did I fix it? Yeah.
他没说方便感，然后被他们解决。好，没事，该给我了。
streamer friends came. Thought I should come show up. That's why we rushed here late at night. Tried to start the stream, but I couldn't really interact with you guys much. So, because I was so busy. Now I'm still busy taking care of you, Belle. Eddie's not getting a call. I think I'm gonna call the taxi. Infinite ammo headband， 真的假的？谁揪团来？你赶快跟我说，这里一夜到十二点，谁揪团来？喂，不问。Oh, okay, play the game. Okay, okay. I swear. Okay. What are you eating? Beef. That's right. It's beef. lately she likes to play this game. More water? Okay, more water. W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Who's the name of the game? Who's the name of the game?你跟谁 ？Ray？ There's a Ray？ We do 谁呀 ？Who？ Who？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Who raided me？ 是谁？誰 ？Okay， I see. It says Ruby 老师，我想你。我有看到他今天跟其他女生约会。是不是？哦，对嘛，就这个户外约会。嗯，哈，嗯，户外约会不找我？约妈妈可以吗？还是约小朋友可以吗？他可以来这里跟我约会。谢谢你们值班 ，Thank you， welcome，Thank you， welcome。可以约他去沙滩，这里就在沙滩旁边。你们想要看 Ruby 的 B B B 吗？可以约 Ruby 去沙滩约会吗？然后他要穿 B B B 哦。B B B。擦嘴巴。我很懂吧？
很会。哎、欸，我也要关台了耶！等一下，等一下，他这样子 read 我，我你们，我要把你们导给谁啊？我也要关台。我想一下哦，反正我们讲好了，我们找 Ruby 去沙滩约会。哎呀，那就 host 回去吧 ，host 回那个什么？我想一下，我是要 read 吗？按 read 吗？打 read。这位大大的，数字好长哦，60，这样吗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perform that action。那我只能后说，这样怎么 read 啊？多久没按了？How do you read people? Gosh, you're such a noob. I know how to host.还是我要先关台才可以啊、oh, ，whatever。哦哦，不对，我没有在我自己频道打了，好蠢哦 ，sorry， 第一天出来开台哦 ，OK， I'm coming， hold on， wait， 就这么待。哎呦喂啊！哎，不对耶。等一下，他是男生哎、欸，你们这样我不行，我你们我 host 男生可以吗？你们看男生台吗？啊，糟糕，不行，突然想到，不行，你们不看男生台哦。好，我介绍一个 G cup 的给你，我不讲太大声。G-Cup 在哪里？嗨。